啊，影埋啦，唔争在系啊，玩具 TV， 唉，第26季有冇得噶？你话咧？第五集，大家见到嘅就系我哋喺完全啱啱新拎翻嚟嘅情况之下，好开心咁样准备紧装组。呢个应该长过18cm。系，呢个似乎系长过18cm。咁18cm系咩手感咧？咁啊，呢个阿 Walker 可唔可以介绍下18cm 嘅手感啊？有冇留意 Walk Toys 嘅宇智波斑咧？咩 band？ 即系护引嗰只，扎线咗啦。Sorry， 冇。18cm 等于1:100嘅高度。嗯，差唔多咯。喂，老波波，飞下飞下。啊，地台真系几靓喎！有地台係有氣勢好多嘅，係難度是指，哈哈咩咧？你覺得係咩咧？咁樣裝唔裝隻爪啊？裝緊啊！哦，呢、這個好幾矮點喎？哇！唔裝住啦，咁就係咧。但係後邊呢個都要掹嘅喎，掹到就掹嗰兩條咁樣，咩？個頭好蓬，佢嗰個打開隻翼都有蓬，個翼嚟嘅，係咯。有咩教啊？呢只系咩？啲人冇装嘅，砖头睇心情。话有380万人睇紧德国喺度玩地台啊！都系嗰句，我都唔知俾啲咩 caption 大家好，即系收咗工一攞又冇时间整玩具 TV 呢啲咪好睇咯？你觉得好睇的话就。非常之 live 嘅感覺，究竟隻嘢有啲咩問題？你會唔會即刻見到玩爛嘢咧？就係、是、呢段時間啦。呢度有兩個額外頭雕，我想擺個硬板嚟點解？嗱，呢個就係 Brian 擺嘅 pose 啦。我哋唔會破壞佢嘅美感噶。我哋大家留意一下 Brian 嘅嗰種精神力，灌注就喺呢一個 figure 上面。呢個表現出咗 Iron Man。在亂世當中的無奈是你這樣就不會搞亂 好反正都是了玩具 TV 第26季第五集今次要跟大家介紹的始終你拿個盒出來的不好意思啊老闆阻了你哇老年這麼大個盒老年這麼大的 Spider-Man 坦白說應該都是Spider-Man 最強最強的裝備最強最強的衫，我覺得就應該是這一套 Integrated Suit 的了。本身它除了有一貫的 Spider-Man 造型，再加上它是 Iron Spider， 所以我覺得來講，它的攻擊力應該和防禦力都是最強的，我覺得。當然了，今次就入手的就是一個 Deluxe Version， 只是看過盒，我都沒什麼說話說。真是老年咁大盒，盒唔講啦，因為後面我揾咗一個從事玩具行業專業嘅朋友同我搞緊，咁所以一開波就同大家算啦，我都係擺翻我自己覺得好嘅姿勢算。真開箱正，係確實係真開箱。眼嗰啲銅型咧，係用呢個原裝頭改定係，即係換定係呢個啊？唔係，呢、這個俾你揸嘅就老實。咁即係仲有嗰啲鏡底要？冇錯啦，一講就明，即係好鬼勁嘅嘢。好啦，咁啊都冇乜點特別需要再特別詳細解釋啦。今次呢一個 Deluxe Version 基本上最直租嘅係。這個，所以我這個擺開一二角先，砌了手的這個是的，那你看到今次的台座它會有很多這個
大家有睇 Spider-Man 3入面嘅元素喺入面嘅，有叮叮叮叮八爪鱼博士嘅爪啦，呢一个绿魔嘅飞弹啦，杀人嘅沙，杀人嘅沙啦，呢一个应该系呢个蜥蜴人找烂嗰架车嘅碎片嘅、哦，我斋吹嘅啫，老实讲。咁所以变咗成个组件系好丰富嘅。嗯。咁当然喺咁丰富嘅组件入边，自然要加翻个主角落去啦。系啦。咦，咁都俾我企到喎，原来。地盘先系主角啊！得唔得个姿势？好啊。呢、這个就冇咁无奈，但系多一点愤慨。系啦。好，咁啊，要稍微搞一搞，跟住就要拎翻开个台座啦，因为真系好牙钉。记住，台座本身头先呢个八爪鱼嘅爪系可动嘅，可动嘅意思系类似有啲铁线状嘅东西，你就可以扭出唔同嘅造型，就好似我头先叫做未正式介绍之前嗰阵时嘅情况一样。到咗主菜 Spider-Man 啦，咁啊，见到其实喺个质感嚟讲咧。是布嚟嘅，摸下阿迪，掹上嚟，系啊，我系掹上來，系啊，所以个质感系非常之好嘅。咁啊，当然啦，既然好的话，佢亦都唔舒蚀嘅。见到你叫得 Spider-Man 个可动性真系唔可以差。佢唔系磁石个系关节嘅，系啊，嗯，我哋啲唔怕死嘅就会尽力去扭，所以睇玩具 TV 呢度就好睇咯。起碼我就唔使鏡住鏡住先，所以頭嘅可動性大致上就咁啦。激輪式鏡啊喂！好啦，咁啊咁樣睇大家會方便少少，雖然就有啲騎呢，咁啊見到大概係120度啦。咁呢度其實就巢曬噶啦。哇！你夠一晚你就玩完了，你夠姜放一晚咧，我肯定你第二朝就成件事就可以 GG。所以多一句，記住玩 Spider-Man， 如果見到呢一啲滴膠，即係充滿咗滴膠位置嘅玩偶咧，或者係啲包膠嘅玩偶咧，或者呢全部都係滴膠做嘅咧，唔該大家玩嗰陣時小心啲。當然其實你呢一啲全部都係布嚟嘅 ，OK。咁但係始終你要做翻呢一個。integrated shoot 的造型的话呢，以现今的阶段你这些滴胶其实已经是极限来的了，所以变成是一个耐久性来讲，如果有行内朋友可以指教一下的就最好，我暂时都觉得个寿命其实就真的不是太长的。我等着看 Andrew 会不会好像 SHF 那样抽走个头雕这么衰，好像会这样的，是不是全部夹过不到 Hot Toys 和 SHF， 总之有头雕的全部抽起晒，已经肯定是抽走的了，这人就为了凑齐三个在这里，是啊，这些就是拿回旧版的了。好了，那么向上咬的手差不多大概100度左右，记住你够姜就放成晚，我就不够姜的，玩完过完瘾好了，就麻烦你放回来，若果不是后果自负，哇，很臭臭的，是啊，我们不怕死才什么，左右其实就没什么问题的，好痛啊，手腕正常的波 joint 球形关节，所以就绝对不会怎么差的。另外可以值得一看的就是看到它这个蜘蛛发射器位呢，就有一个 marker，即是辣了上去的，都是滴膠來的，似乎挺有趣的。當然你問外觀，就這樣說外觀其實整隻東西是很高質素的，但是你說和耐久性是不是有辦法可以並存呢？我希望得，哇厲害，那麼監製整了我沒理由不裝上去的。那麼當然玩得 Spider-Man 有多少條蜘蛛絲啊老闆，其实多条蜘蛛丝喎，几转头我影下个咩先？转头啦，不过唔莫话你难为我执咋，大佬。有人话 hot toy 都系抽气咩？唔系假嘅咩？真定假噶？你话真真真。
就因為 Sony 啊。係啊。六條 GGC。哇！六條犀利。啊，有。又話出咗八手魚博士同埋六 model 立 figure 呢個 Deluxe 已經唔需要買喎。咁啊，睇個人喜好啦。我始終即係坦白講，呢一套應該都係Marvel 嚟講 Spider-Man 最強嘅套裝，即係最強嘅 suit 啦。所以我就冇得避噶啦。我對於最強兩個字係幾執著。好，好啦，咁啊又轉翻隻手先啦。好，麻煩啦，麻煩大家等先。咁啊有六種唔同嘅蜘蛛絲啦。咁我又裝翻隻手啦。頭先玩完呢一個上臂，就玩條腰，都係嗰句。雖然係滴膠衫，雖然係布衫，佢完全唔會妨礙到佢嘅可動性嘅。哇！我都算兇狠啊，冇得再落噶啦嗱。定到喎。係啊，重點係佢嘅衫嘅質材係。唔會非常即係會彈，其實你話冇咧呃你嘅，咁但係本身喺剪裁方面咧，其實佢已經預咗一啲位置去俾你做可動，所以變咗佢個回彈嘅影響就唔會好大。咁呢一個 Hot Toys 其實喺呢方面嘅經驗咧係非常之足夠，同埋即係做嘅效果係好好。當然其實我頭先摸呢個蜘蛛仔嗰個心口嗰陣時咧係軟淋淋噶。所以變咗，其實喺入邊亦都可能有一啲棉花或者一啲即係組織整咗落去嘅，咁啊變咗 ，well 可以喺呢一個女性素體嗰度考慮一下。咁當然你會見到有一啲腹肌紋喺度啦。咁其實入邊就硬嘅，即係證明本身佢嗰個素體個 body 本身亦都已經有啲腹肌喺度，即係件衫現翻佢入邊嗰啲腹肌紋嘅啫。咁啊，另外呢度有少少拱起啦，呢、這個唔係必然㗎嚇。其實曾經我都有見過一些蜘蛛俠的 figure， 這個位置是兜了進去，所以變成這樣看下去就自然很多了，就英偉一點了，是的，12點、一些滴膠的紋很漂亮地樣分佈在一件蜘蛛衫上，其實咧，本身嗰個說明書咧就叫你喐50度好啦，但我哋呢啲即係為咗呢一個即係大家玩家咧，我就玩到佢盡嘅，係啦，就去到呢一個80幾度嘅。咁一見到80幾度嘅情況，就會見到呢一個大髀位就會接曬啦。縮翻落嚟啦，縮翻落嚟。平時我要玩嗱，見到。都有一句，你一玩完就好，即刻放翻鬆。即刻就係啊！佢一段時間先會變翻正常嘅呢一個位置就咁膝頭哥。喂 ，OK 啊！哇，都有140度。哇，接曬啦！不過你呢度就要小心啲啦。嗯。你夠姜咪放一晚咯，都係嗰句。爆就唔會爆嘅，係啲炒啲接頻就好難。太浪，當然你玩完，其實你某程度上啲衫會有少少走位咧，你係真係要喐一喐翻靚佢先至得嘅。呢、這個就即係玩布公仔嘅一個分享啊。咁啊，呢度就會巢得比較勁嘅。咁啊，小腿位都靚啦。咁多一句，大家即係留意翻，係唔襟噶啦。咁但係喺個造型嚟講，你會見到其實啲衫嘅紋理啦，造型啦。啲滴膠位啦，同布嗰個接合位啦，真嘅，我即係可以用天衣無縫嚟形容。不過我自己係中意一啲襟玩啲嘅玩具，係啦。咁啊，鞋踭都一絲不苟噶，鞋側邊都一絲不苟噶。咁所以變咗喺個腳腕嘅可動性嚟講咧，蜘蛛俠因為要攀牆嘅關係咧，佢呢個位係要做得比較勁先至自然嘅。咁向前就唔使驚嘅，向後哇，鞋頭係絕對係多多一截可以俾你喐，咁就有少少穿崩，不過冇所謂啦。
即其實我要擺佢啲招牌姿勢，完全冇問題嘅。係，你唔怕死就得啦。佢係喐到嗰個動作，真係喐到冇問題嘅。Body 個 shape 都好靚。係，咁但係都有一句，你一玩完，你影完張相，你好砰砰聲 resume 翻 normal，否則後果自誤。好啦，咁啊玩得呢一個蜘蛛俠，咦後邊有朋友玩唔玩到呢、這個？點玩啊？嗰只磁石嘅，咦？咁就要試下啦。我未試過，你見到好實，好好奇。咁哥哥有玩具，梗係玩噶啦。等等下，既然係咁，玩俾弟弟睇下先。佢係喎，真係咪齋磁石㗎？呢啲應該前面咁樣。係啊，我冇睇說明書，我望下先。睇睇穩陣啲喎。係。哦，真係斜斜地嘅時候，即係前臂都要放鬆。俾我睇下先，我有冇吸力嘅感覺？好嘢！佢要跟佢個動作，大概垂垂地嘅係啦，要得得地係嘛？咁神奇喎！哇！呢好神奇喎！嗯？哇！呢只飛天遊鼠咁堅嘅，佢教就係斜斜地嘅，因為嗰邊唔夠直啊手。呢個幾得意。咁新奇嘅，索尼最大滔天，搞到百姓怨聲載道。咩？身形比例同頭型都未係最似，但係都做嚟做去都係飲唔收。不過好嘢喎！幾靚喎，飛加分，飛行好特別喎！哇！跟住喐都唔甩喎，清脆嘅跌落地嘅聲音啊！哇！你真係想搏呢種？你真係想搏收視？哇！啲翼啊，有機會甩嘅，不過又唔甩喎，咦？哇！好勁喎！咁要講講啦。好嘢，加分。咦！好嘢喎，啲驚喜喎。加分。完全磁石切攝嘅咋？好，唔該，拜拜。好啦，咁啊，又試完一樣嘢之後咧，點都要睇翻本身今次 Tom Holland 嘅頭雕啦。我個人嚟講就收貨嘅，你係咪話最似呢？我同意唔係，咁但係我覺得往後，當然如果你話之後嚟緊嗰隻可動眼嘅 Tom Holland 啦，如果佢跟到官圖嗰個上色，就真係最似啦。咁但係呢一個係咪話唔得呢？我又覺得其實真係水準以上。你睇翻無論髮紋、造型、眼神、面型，其實佢都非常之似。即刻笠嚟玩下先。換眼型啊？唔咯，冇時間。爪都唔整啦。有距離算。因為要插多個位置，危險。揸影下嗰排，GGC 咧有六條，得唔得？自己用眼睇啦。當然啦，其實另外。背脊亦都有準備定四個窿位去俾你玩呢一個 Iron Spider 嘅造型嘅，咁啊，你會見到佢嘅可動，得過，同埋呢一係就，哇唔錯喎。我睇下係咁耳裝一隻咧，一係啲撬開蓋嘅，係啦，要影啊！佢用嗰度嚟撬，
喂呀！你見到佢冇？知還知？或者我話，基於現場直播嘅關係咧，我都係轉頭先搞啦，為咗呢一個唔嘥大家時間，裝一隻咁多啦，費事另外跌多幾粒。咁其實裝咗嘅話咧，其實某程度上都唔好再特別去上下咁樣喐，冇數嘅，最好都係咁樣就算噶啦。咁而本身亦都有一、二、三、四個位可以俾你喐嘅，可動性係絕對唔錯。拗唔拗到痕咧？哇，係拗到又得，拗痕啊！佢自盡都仲得啊！好，換埋呢個頭。好。揸埋個頭盔，揸埋個布啊！嗯，我呢個收得啦，唔該曬。嘥嘛！你打乒乓波啊！哇，整成仔喎！好，今集玩住咁多先，我转头就要执翻头先跌咗喺地下嗰一粒配件，希望我揾到。今晚完啦。今晚冇办，我听朝仲要翻工，所以今晚玩住咁多先。有好多带咗嚟嘅都冇时间开，希望下个礼拜可以补到飞。今晚再见，拜拜。拜拜。